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这两项的等差中项是38，也就这个哈成等差数列啊。那我们知道呢，前后两项的和是等差中项两倍嘛，也就七 x 哈减3加上呢12 x 加22。 等于等差中项两倍，38乘以2，那这样我就晓得啊，这个加起来是19嘛，19 x 等于多少呢？一乘是76嘛，76，那这22减3是19，一过去是负的，负19，这样等于多少呢？等于那个，这是7呀。 6减1是5，57 x 等于多少？9加27等于3呐、啊，哦，就19分之57嘛，这是等于3，哦，3就27，记2嘛，3一得3，3加2是等于5，所以 x 等于3，所以答案是3。